谢谢刘老师，谢谢法师，谢谢各位学长，参加这次研讨会，非常高兴可以大家相聚一堂，一起学习，向善知识学习。那我们今天的研讨现在开始，请大众轻声起立。让我们以至诚、恭敬、感恩的心，向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行三鞠躬礼，一鞠躬，起，再鞠躬，起，三鞠躬。起，让我们向敬爱的李炳南老师行三鞠躬礼，一鞠躬。起，再鞠躬。起，三鞠躬。起，恭请陈德老师上座，向敬爱的陈德老师行三鞠躬礼，一鞠躬。不为礼。起，大家好。好，请大家轻松就坐。感恩老师，慈悲授课，有请，谢谢。谢谢李老师。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我们《论语》的课程我们从父子之道再谈到师生之道。我们首先谈为师之道。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师之本分，第一个，要清楚教学的内容，这个上一次我们，以，李炳南老师，他在内典研究班的班训提了8点。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复习还是很重要学了不能就丢了言精贵在得旨我们学东西要掌握它的要旨那言语先记次序所以大家这一两个礼拜讲话有没有比较？有次序，不会杂乱办事要求精细，这段时间办事有没有比较仔细了？不会粗心大意文字练习畅达，最近给人家写短信，错字有没有少一点？文句有没有通畅一点？知过必须力改，这改过的决心勇气有没有提升？因果自应深信。这一句假如有提起来那这2个礼拜应该都没有情绪化的时候了。还会有不高兴的情况那还是有怨天尤人才会不高兴深信因果的人不怨天不尤人，随缘孝就业都是好事，
那洞明人情事理，更敏锐啊，体恤人心。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人情世理还是要不断积累然后学问切实履行。哎，那我们所学呀，有没有好好在一句当中下功夫？这一点很重要要切实去落实我们才能解行相应。假如没有好好去落实那很可能就落入《弟子规》提到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不好好去落实一句学越多经教傲慢容易增长。修行人警觉性要高啊。尤其要护念好自己的心这个心是随时会起变化的，往好还是不好的方向自己要清楚尤其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个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四大烦恼当中有我慢这慢心就容易增长。我们学佛也好，我们学传统文化也好，应该是越学越谦虚那我们关照亲戚朋友有没有说我们越学越谦虚还是说我们越学越挑别人毛病了？哦，那越挑别人毛病了，这可能就是长浮华了。因为懂得理越来越多了，当我们在说别人的时候常常问自己一句，这个习气就会退了，不然这不容易哪一句呢？我有没有把老和尚哪一句教诲好好做3个月？假如我一句都没有做，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呢？所以学问切实履行切切实实，不能含糊，不能侥幸一定要下功夫好，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教学的内容离不开德行、言语、正事办事情文学这些内容。我们看第二个部分这个师之本分第二项呢是。有教无类，我们从京剧来体会666页，子曰有教无类，这个在卫灵公第15。类字依马融注是做种类讲所以如智愚、善恶、富贵、贫贱等这个都属于类别。你看好坏，这个都是类别。
所以有教诲啊，但是无种类啊，没有挑类别啊，只有单纯的施教，不论求教者啊是哪一种人啊，是平等的施教。譬如啊，恶人，哎，可以教他向善；善人可以教他更善。所以这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施教的事实。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说《三字经》前面八句很重要。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是教育的大根大本了，要相信啊，人之初性本善。那你看到恶人，你会怜悯他，悯人之凶啊。他有本善呢，结果现在糟蹋成这样了，你不止不跟他对立啊，生怜悯心了。哦，所以如恶人呢，也是要教他向善。所以像佛陀的教化没善根的给他种善根，有善根的让他增长，善根成熟了，这一生帮助他成就，了脱生死轮回。那我们首先坚信啊，人之初性本善了，这样就会自爱了，不会自我否定了，也会爱人了，而且有耐性不怀疑，每一个人都有本善。那《述而篇》呢，又有另外一句，也是展现这个有教无类啊。子曰："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呢。"这个就是有教无类的事实说明了。我们翻到276页，孔子曰："有来求教者啊，自行数修之理呀，或高于数修以上之理，吾未尝不教诲之也。"那这个数修呢之解啊，主要有两种啊。这个皇叔生孔安国著啊，谓呢。素修为食素腐就是干肉是自理之物，是自清者。这个拜老师送上礼物是最轻的礼物了，10条干肉，以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应者也。哎，人家有这个礼数，愿意学了，哎，孔子都会来回应这个因缘，来教导他。另外《后汉书》研读传注引郑玄《论语注》对于素修呢，他解释是。年15以上，能行数代修士之礼者。那这个素修就不是指带的礼物了，是他服装仪容非常整齐，就是很恭敬的要去求学。那孔子都会请郎相授吾未尝无悔焉呢。我以前
也曾经遇到有同学因为我说这个孔子有教无类的，没有条件的这个我这个同学就马上很大声，有啊，还要拿礼物呢，这个礼不可废呀，礼代表恭敬啊，那而且这个礼是很薄的礼呀，一般的人都拿得起的，所以重视的是那个礼敬的心，而且我们去观察，孔子很多学生呢，很穷的。往往呢，这个师徒如父子啊，孔子都尽力在帮助这些贫穷的学生呢。不止没有收每个月固定的学费那个是见面的时候的一个礼而已啊，后面就没有收了。所以这个精神呢，佛陀也是一样。来求学的，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就是缘就是条件的，没有条件的慈悲教导，这个是为师者，这个有教无类。下面呢还有另外一句，也可以彰显这一点。309页，互相难语言，童子谏，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为何甚？人结己以敬，与其结也，不保其亡也。”这个互相是个乡的名字所以这个乡里的人呢，言语自专。这比较自以为是的，然后不达时宜不怎么会变通所以可能那个时代的人呢，对这一个地方的人是很有看法而这个地方有童子来见孔子，来拜见孔子，要向他学习这。孔子的这些学生门人呢，怪孔子呢，见互相的童子觉得这个浪费时间了，不需要教他们了，但是孔子有说了。人家想向上，与其进门，当然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不能让他往后退了。那学生怪孔子见这个童子那人家想学了，我们都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的做法为何甚？就是是不是太过分了？因为他洁身自爱要来求学的，人结己已尽洁身自爱想要求学，想要进步那这个。我们就帮助他尽力教导他那不保其亡也
我们看311页这个集解正弦约啊，这个网呢是由去也。人虚己自洁而来了。虚己就是他谦虚，洁身自爱要来求学了，当与其敬也。帮助他进步了。所以教学者面对求学者我们拒绝他们呢，我们自己内心也会很不安的，有愧对于我们的身份呢，我们是从事教育的人们，所以孔子有教无类不愿意拒绝向学之人，亦何能保其去后之行也？他在这里求学，离开之后会怎么样？这个我不可能够控制啊，保证呢、但是人家当下是很愿意学的嘛。这个是郑玄的解。这个黄行二书啊，皆引这个顾欢云呢、这个往呢为前日之行也。他之前的行为，夫人之为行啊，未必可依，或不很难是保持一致的，或有始无终，或先迷后得，先迷惑了，后面有所得，有德行了。所以教诲之道啊，竭泽与之，等于是为师之道啊，人家洁身自爱的，我们就应该教导了，往日之行啊，非我所保也，他以前做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不要落了这个印象，拒绝人家求学了。这个俗话说的，看人要看后半段了。浪子回头金不换了。这个也是厚道的表现了。你不要因为自己的态度瞧不起人呢，排斥人呢，断了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了。所以呀，我们从这里延伸到这个《格言别录》里面有提到这个。我们听到的事情假如关人家终身的名誉就关人终身，纵使确见实闻，就是你确定这个事是真的，关他终身的名誉不要挂在嘴上，假如挂在嘴上哎呀，你知不知道那一个人以前怎么样啊？哇，他进过监狱呀！讲这些话的时候断了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了。所以后照要在哪里赔呀？在嘴巴培养，有一言而观人终身呢，纵确见实闻呢，不可拙口
哎，有一句话，而关系到我的厚道了，啊，哪怕是平常茶余饭后的言谈呢，都要谨慎，不要乱开别人玩笑啊！啊，要开玩笑就开自己，不要开别人。啊，这个幽默是拿自己开刀叫幽默啊，不是调侃挖苦别人。有时候已经习惯了，自己没有察觉哦。哎，这个修行人的警觉性啊，要更高。那这两种注解啊，对于这个往呢，正玄是说去，就是他往后的行为了。哎，但是这个黄行二疏啊，是指过去的行为。啊，所以注解有差异了。但是啊，应该是啊，从整个义理的脉络啊。应该是正玄注的会比较好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判断注解啊，因为哎，他现在愿意接受教诲了啊，那我认真教啊，他以后怎么样，这个我保证不了啊，哦，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是他自己生命的负责人，老师也好，父母也好，都对他来讲是个缘吗？啊，这个缘能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那也是当事人决定的。啊，比方说他有一分恭敬了，那他得一分利益啊，他十分恭敬，他得十分利益啊。但是老师是同一个缘呢，他得的利益是自己决定的。好，所以接下来讲要提到了，孔子有教无类啊，门人或以教不得其人，不免徒劳啊，怕老师太累了啊，白教了。甚或忌其为恶，啊，会不会这个让他更不好呢？所以产生了这个疑惑了。哦，当然，啊，学生有这一个不解呀，啊，那孔子呢，也抓住这个机会点呢，跟学生引导，啊，所以孔子则只注重其人当前求静之诚心，故许其结己以静，啊，至于其受教以后啊。是否固态复萌啊，则不能保证。否则啊，世间可交之人，吾乃太少乎啊！人家纵使以前有怎么样，毕竟现在肯学了。你看古人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呢。这个是很可贵的了，哦，而且人会变不好啊，是他遇缘不好，狗不叫，性乃迁了，哦，所以子曰下两段文呢，啊，为和甚？这个意思就是啊。不要看人家的过去了啊，不论过去，给人家一个向上的机会。
不保其往啊，是不论将来。他学了之后怎么发展，看他个人的教化了。好，那这几句呢，我们拉回来，假如我们本身的身份是老师啊。那这个就提醒我们，要平等心啊，对待每一个学生然后呢，不要落他过去的印象啊，形成对学生的成见。我也有遇过教育界的同仁，比方。我们是2年一个班主任呢，一二年级一位，三四年级一位，五六年级一位啊。那比方，4年级毕业了，升5年级，可能这4年级的老师呢，来跟这个5年级的老师说了，哎呀，那个之前那个学生呢，怎样怎样不好。可以参考啊，但是不要落了一个成见的印象，不然呢，你就越看那个学生就，对对对，跟那个讲的都一样。所以孔子这个为和慎啊，就不要论人家的过去。你参考也是为了。让他更好，我们任何时候啊，都还是要相信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老师能是这么存心啊？他的眼神就充满一种信任，就会给人力量。所以，这个我们修学净土中啊，都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要把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好啊！大家都有办护照的经验尤其我们在海外的同修们啊，那佛门说生则决定生呢，那个就是护照办好。这频率接上去了，他现在的心型呢，就跟普贤行相应了，这个就频道接上去了。我们看普贤行，第一个是礼敬诸佛假如我们对这个学生或者对他人，形成成见了，我们能对他礼敬吗？就不容易了。所以普贤行是见性，见人家的本性，不着相，不着在他现在的言语行为。他现在被习气控制住了，可是他的本性在呀。我们当老师啊，有没有曾经面对一个学生，你就相信他本善一直肯定鼓励他，本来成绩不好啊，慢慢变好了，本来行为比较偏颇啊，慢慢在你面前呢，
比较洁身自爱啊，肯改过了。啊，当然，我想这个时候啊，当老师的人会很高兴的，啊，很欣慰的。哦，所以这一段啊，互相难语言这一段，啊，哎，以前可能不是很好的学生呢，啊，刚好跟我们有缘来到我们面前的，那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而且很平等恭敬他们。我们是修行之人呢，在哪里修啊？在遇到的缘分当中修，立事练心，经历这个缘分，经历这个事情啊，修什么？修平等心、真诚心。真正的功夫啊，就是在境界当中啊，能够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的心来待人。所以我们还没学佛以前呢，会染上一些习气，容易对人。弱印象产生成见呢，这很可能是还没学佛以前的习气了。那现在学佛了，应该不去分别呀，应该不去弱印象，这叫会修行了。所以我们现在问问自己呀，现在看到学生或者看到他人呢？有没有就冒起来对人家以前做的事情的这个看法？这个就要提醒自己了，不能落印象。所以《无量寿经》说清净平等觉，我们就是在境界当中练清净，练平等。练出真心来，好，那这个老和尚已经提醒我们了，要练清净平等。那师父领进门呢，修行靠个人了。我们现在有没有对人越来越平等了？弟子规说：勿阐附，勿骄贫，勿厌恶，勿喜新啊！这个都不平等了。你阐附、骄贫、厌恶、喜新啊，就不平等。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这一些问题我们都常犯的。我们。一接触人，在团体里面呢，很多学佛以前的习惯就会现前。这个团体谁是一把手啊？这个言语就比较是巴结的。这个单位比较基层的人，我们的言语可能就是比较随便，不够恭敬了，那这样的行为呢，跟普贤行就完全违背了。你每天念20000声、30000声呢，心跟普贤行不相应了，这个也不能成就。佛法重实质啊，
不是形式。你每天念2万、念3万，对人都不能礼敬、不能平等，那这每一句佛号根本就没有唤醒我们的自信了，深深唤醒自己呀、弘明正张自信啊！念那么多，心还是都是高下见。这叫口念弥陀，心散乱了，喊破喉咙也枉哦，所以我们看佛菩萨很慈悲哦，他们都在哪里示现呢？你看在寺院里面呢，这个文殊普贤都跑哪里去了？跑厨房去了。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轻慢这些道场里面这些干活的人你一轻慢了，可能就是得罪佛菩萨。听了这些公案呢，我们提起警觉性来还是要平等来恭敬这些都是佛菩萨的用心良苦。对峙我们这个看人呢，都是大小眼这种习性啊。包含前面讲的自行速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呢。我记得。这个18年前呢，遇到几位幼儿园退休老师跟我说，现在幼儿园老师都这个收礼物啊，礼物送得不够好，对这个学生呢，就这个差别对待了，哇，那这个老师。造的业就很重很重啦！你看幼儿园的孩子一看，哇，老师都是得看我们送的礼物了。礼物送的多了，就对他好；送的不够了，就对他不好了。哇，那这个断人会命了！让孩子从小他就对老师产生了。怀疑了，没信心了。当老师是福报啊，要珍惜这个福报，真正作育英才啊。以孔子为榜样啊，你看孔子尽心尽力教学了，他的福报可以庇应他的后代2500多年。这个是我们当老师啊，效法孔子的有教无类平等教导那当然了，这个当老师有教无类不过也要度得量力你也不能。收太多学生了，照顾不来了。应该是这个道理之间要平衡的有教无类，要不要度得量力这个理跟理之间它不相违背的其实不一定是要做很多事，才是真正做出贡献来。你做很多事便攀援了，最后事都做得不扎实、不圆满，那反而是流弊出来比方说孔子他教72贤，
他尽力去教了，哎，学生成才，对社会很有贡献的。那其他从事教育的人，哎，以孔子为榜样呢，这个就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所以现在我们也有一个习惯，都喜欢做大。这也是可能是学佛前的一个习惯呢。但开风气不为先，但开风气不为师。啊，不要把那种好名啊、喜欢做大的习气呀、带到佛门来。哦，所以老和尚不鼓励啊，盖很大的道场。你道场大了，你人你照顾得来吗？假如照顾不来了，那这道场里面是非人我一堆，那清净的道场，那变成来的人是烦恼了，那可不好了。哦，所以印光祖师说啊，常住啊，不要超过20个人。哎，这个也有印祖啊，他关机在其中哦。哎，老和尚当时候啊，有说了，哎，我啊，最多带5个人呢。时间精力有限的，这个我们都要掌握好这个度，好。那不止当老师啊，有教无类啊，平等对待，当父母也是一样啊。啊，你有2、3个孩子，3、5个孩子。你也要平等去爱护他们。你假如偏心了哦，他们之间会冲突哦，会计较这我很佩服我爷爷啊，他不识字哦，但是很明理啊。我是长曾孙呢，是长孙呢。啊，我有2个姐姐，哎，可是我爷爷不宠我啊，他平等照顾了。哦，假如他老人家是重男轻女啊，可能我这个傲慢就会增长了，娇慢就会增长了。哦，所以不只是当老师啊，哎，这个道理延伸开来，你当父母也是一样的。包含当领导你当领导不平等呢？这个比较宠爱谁比较这个排斥谁，就造成人心的不平。人心的不和了，家和万事兴啊，家庭也好，团体也好，都要和啊。所以老和尚说要平等对待，才能和睦相处。你不平等呢，人心就不平了，就不和了。好，这个。几句呀，是师之本分啊。第二点，有教无类。我们看的第三呢，是精勤教学啊，262页。这个句子好像我们前面有说过
我们在引这一句啊，主要是毁人不倦，教诲人呢不厌倦。子曰：“默而志之，学而不厌，毁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我们看了这个讲要呢，最后四句啊，此章要义啊，在教人学道啊，默者吉也。智者明记也，所以默是寂呀，寂然不动，而又铭记不忘，这个是孔子啊至于道的境界，其实道就是真心了，真心是什么样子啊？寂就是清净，清净，但是它能起作用。吉而常照，起作用，对人慈悲，但是他的心呢是清净的，没有带目的的，是无求的清净的，这是真心啊，起作用了，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金刚经》。六祖大师在哪里开悟的？经文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开悟了。那个因无所住啊，就是寂，也很清净，没有执着。照呢是而生其心，就真心的状态。所以这里讲孔子至于道的境界，心安于道而不疑，寂寞寂至。那一般我们人呢，生其心啊，但是心不清净了，有住了。那小乘人呢，他是住在空寂里面了，但他不帮助众生了，他不身心了，都是有执着了，执着在空或者执着在有。那求真心的人他不着在一边，所以他能够寂静寂寞又寂事，所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个是形容真心的状态很多佛门的句子都是叙述真心念而无念，无念就是寂。念就是照，所以寂照是同时的。好，所以学也毁也皆不离照。在学习也好，或者在教导人也好都没有离照，全心在道而忘其我。所以曰：何有于我哉呀？忘我的境界了。包含教人呢，也是忘我了。所以不倦不疲倦的。就像我们常常提的菩萨四德叫普代众生受苦的。他很有耐性，不疲不厌。所以我们看佛陀给我们的表演呢，教学49年呢，老和尚常常说，经典里面没有说佛陀今天放假了，
没有放一天假啊，那孔子是诲人不倦啊，哎，大家看儒家的经典有没有看到孔子今天放假了？那自己呀，可以不放假不要去苛求别人不放假我们这些道理听了之后要守中恕之道啊，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那这个对西方人来讲啊，说不放假，他们很难想象的。哦，我记得我有一次这个，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是在西方长大的，是华人那刚好提到了我当时候跟他讲，好像是干了18年了我说我们没有放一天假这个话才刚讲完呢。这个孩子嘴巴张得很大，很难想象。哎，人为什么工作要放假？因为心里很累嘛，所以得要放假调一调啊，这很正常，很需要。假如干的那件事就是自己最喜欢干的事啊，那需要放假吗？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要放假？很可能呢，干的事不大想干，但还得干，这个就需要放假调一调了，或者确实啊，身体是有需要的。要缓和一下体力你比方说你从医呀，这我很愿意干这个事，但是需要用体力吧，放假可以调整调整，但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应该乐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这种价值。好，所以在工作当中享受人生，在工作当中呢修行，不能在工作当中心不甘情不愿了，那这个不止不能积功累德，还要造轮回业了。好，所以善用自己的心啊。就能成就殊胜功德，生活中、工作中都是这样啊。好，所以家庭主妇要善用心啊，厨房就变成普贤菩萨的道场，这叫善用心啊。你的煮饭就是礼敬诸佛、广修供养，就是普贤行了。你心不甘情不愿，气死我了，这个就造业了。好，我们再看呢第四点呢，师之本分当中呢，我们提第四点呢，和盘托出，毫无隐瞒没有留一手。所以今天当老师，假如有起留一手的念头啊，那下辈子去哪就不好说了啊。就没有裱好老师的法了。我们所有当老师的人要以孔子、佛陀为榜样哦，不然呢，当老师也是福报啊，很容易堕落的啊。我曾经遇到朋友说，现在老师都很有钱开的车都是名牌的车。
为什么古代读书人啊强调还是安贫乐道为好啊？啊，所以我们传统文化要志于道啊，不能志于吃好的、穿好的、吃香的、喝辣的啊。这个很可能的就堕落了啊！不要把传统文化学院搞成商学院去了啊！哎，搞成去做事业了，赚大钱了啊！孔子说啊：“士至于道，而此二一二十者，未足与义也。”啊，一个读书人说：“我要至于大学之道。”但是呢，吃的不好，生气了；穿的不够讲究，不欢喜了。那不用跟他谈道了。啊，他把物质看得这么重，他那个求道是嘴上讲的，不是真的。安贫啊，才能乐道啊。他真正尝到法喜了，是谓哪有法味浓他还这么在乎这些物质的享受啊，显然他没有真正落实一句三个月啊。啊，假如有落实三个月，就尝到法味了。啊，那种物质的欲望啊，它慢慢就淡了。它不会沉溺在里面。哦，还有现在要注意一点，我们都不能忽略了孔子、佛陀啊，他们的教导、他们的做法，这些都是超越时空来指导我们的。我们看佛陀说的。对出家人的供养啊，世事供养是吧？哎，饮食、衣服、卧具，要吃要睡嘛，是吗？再来呢，医药，难免会生病啊，世事供佛没有说给出家人吃燕窝啊。也没有说要开劳斯莱斯的给出家人坐护持这些修道的人呢，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你没有掌握这个度啊，哇，他本来还很向道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就举例子了这些修道人去了美国，哇！住大房子，开好车子，后来还俗了。你本来是要护他的道了，结果一护把他给护堕落去了。哦，所以你看，护持出家人呢、啊，护持这个弘法的人呢、啊，要不要记住佛陀啊？这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啊，哦，这个很重要的，哦，包含啊，你护持人家办道啊，他要先有道啊，而不是先有很大的道场啊，知所先后，则敬道矣啊。有道无啊，有庙无道，不能兴教啊。最重要是要有道了。好，我们呢，都要用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好心做了坏事哦。好，
我们看这个和盘托出啊，没有留一手的啊。那孔子是榜样。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耳。吾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是谋也。”哦，我们对孔子尊称哈，不直接称他的名啊。我们读某啊，那这一段我们看了301页第三行啊，一些考据啊，我们就不说啊。圣人之志越广博啊，而越无处不在，道越深微啊，而越无时不显。其实真正有道的人呢，他就是恢复真心了。请问真心在哪里啊？真心在它的作用啊。像我们跟老和尚学，啊，有清净的机会，那什么时候？他的真心显露了，有可能是一个微笑啊，有可能是一个眼神啊，有可能是一句话出来了。啊，比方说，那种，信任的眼神一出来，我们很多。同学呀、啊，说老和尚看我那一眼，我终身都不会忘记。哦，他们一讲啊，说老和尚那个眼神当中很柔软，又很慈悲，又很信任。他说都是他每一次在低谷当中啊，一想到老和尚的眼神，他就有动力了。包含老和尚。说着，我今这一生有这么一点成就，当然这是老人家谦虚啊，就是念念不忘孝亲尊师。老和尚把他成就的关键说出来了，大家去观察老和尚为什么不疲不厌，因为他想着。要报老师的恩呐、啊！所以老和尚他的心境都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当中啊。我们当学生的人要用心去体会、去观察，也不会观察有可能还会误会老师啊。看我们前面好像讲过了啊，这个陈刚见到伯鱼了，就问伯鱼，伯鱼是孔子的儿子子亦有艺文乎啊？你有没有听一些你的父亲呢，特别跟你讲了？那这个伯鱼回想了，我有2次刚好要从庭院经过的时候遇到我父亲了，父亲叫过来，学诗乎？不学诗无以言，学礼乎？不学礼无以立呀，就这么2次，这个陈刚说，闻一得三闻诗闻礼呀。又闻君子之怨其子也，就是教儿子跟教学生是平等的啦。他闻一得三呢，当然这个陈刚的心态值不值得我们反思啊？我们就想，孔子是不是偏心了？多教他的孩子了。我们起这个心念呢？
就是怀疑了，会障碍我们跟老师学习了。哦，所以这段话，哦，彰显了圣人的心境啊。所以无所隐秘啊，啊，这不但无所隐秘啊，且所为者啊，无不是指点二三指。啊，说故曰无无形而不与二三指者。啊，哎，我们观察老和尚，啊，他每一句都是希望送我们呢、啊。去极乐世界，希望我们这一生道业有成就。你真的用心听，老婆心切呀、啊，苦口婆心啊！哦，所以我们要能当老师的知音呢、啊，啊，知道老和尚他的用心良苦啊，哦，而且一有机会了。就护念，哎，一听到什么消息啊，可能大家学偏了，赶紧讲一个主题，啊，比方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老和尚一听到有哪一些学偏的情况，哎，赶紧应激呀，提醒大家。哦，包含一看到学生走路比较快，慢一点，慢一点，不着急，对，他马上及时就提醒我们好，这个老和尚讲《太上感应篇》呢，啊，那个对象啊，是对。常常跟着他的这些出家在家的常随众，所以啊，可能昨天发生的事啊，今天就针对这个事啊，给大家机会教育真的是所为啊，无不是指点学生们。当然，大家听到这里，不能产生一个念头：哎呀，我又没有在那里。好，你的真诚心啊，时空就突破了。所以孟子学孔子，孔子不在了，人家是亚圣，学得最好了。哦，所以《太上感应篇》这一套是老和尚手把手带我们。当然，听的时候要善用心去体会啊，每一段都是良苦用心。啊，假如你听了一段，不知道老和尚这一段话到底要点我什么，哦，那可以提出来啊，我们可以探讨探讨。哦，你可以发出来，哎，这一段老和尚讲那么长，我实在不知道老和尚要提醒什么。哎，然后让每一段话是为我讲的啦，我都不知道讲的用意在哪，那不是白听了。哦，所以这个时候啊，同参道友就很重要了。啊，我们一起依止老和尚，啊，但是我们有同参道友互相切磋。好。哦，所以无隐乎耳啊。是孔子的言语、行为、心意皆无隐藏，圣人之学明显而无秘密，诚心求之可也。真诚就能感通了。你有夹杂怀疑啊，就不能感通啊，这个事情啊，我是亲身遇过的。啊，有一个跟我
差不多年龄的同修，他比我早好多年的清净老和尚。哎，后来呢，刚好我有一次到澳洲去，结果他的妈妈见到我，也很巧，他妈妈见到我的时候啊，旁边都没有人了。啊，就在晋中学院，旁边已经没有人了，他还把我拉到旁边去讲话，然后他就很小声的跟我说：“老和尚有没有多教你什么？”我说：“没有啊，而且他们清净的比我早啊。”哦，所以古代。有这种现象啊，我们现在也有啊。所以陈刚这个在提醒我们呢，包含让孔子啊讲出来，哎，我没有对你们有隐瞒了，我都觉得让孔子讲这一句话出来，这个实在太为难他老人家了。哎，好，所以我们呢。诚心求知啊，一定可以感通啊。然而呢，求之不成者啊，其不成之心呢，亦无隐藏。啊，我们跟老师求学不真诚呢，老师看得很清楚啊，护法神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大学说：“实目所视，实所所指。”其言乎啊？失之失之啊！我们的心念呢，不能自欺欺人啊，都当做这个十个眼睛在看，十只手指头指着，这样我们才有慎独的功夫出来了。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也。我们听老和尚讲，李老师当时候教学，不是真正学的，老师对他客客气气的，那学生的态度，李老师很清楚的。哎，当然那个客气里面是慈悲呀。是一样的啊，因为他不是真想学呀，你对他太严格了，他不高兴了，结怨了，客客气气的让这个缘分能够提升，更成熟，这一生不行，下辈子，那种柔软的心在护着那个缘分呢。所以这个我们看老和尚啊、李老这些大善知识，他的行为啊，你看起来好像不一样啊。出发点都是慈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看不同的因缘，他要拿捏好不同的进退，但是他的出发点是。都是真心，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这样去体会呀、不然有可能会误会了祖师啊，误会了善知识这个是第四点啊，和盘托出啊。第五点呢，因材施教。我们看241页。子曰：“中人以上，可以御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御上也。”那人之智力不平等。那有注解啊，《黄行二书》啊，
皆先盖分上中下三品。啊，每品又分上中下，合为九品。啊，此由算是初分了。哦，那个细分的话，那品级更多。啊，我们以九分啊，上上之人呢是圣人，生而知之；下下之人是愚人，学习能力最下，一窍不通。哎，这里引了阳货篇，子曰：“为上至与下愚不已。”啊，所以此下愚之人呢，非普通教育可以教化者。好，那这个分九等呢，上上下下之间呢，皆是中人。啊，所以施教中人，须依差等，循循善用。所以中人以上可以喻上等的道理。啊，若中人以下，则不可与中人以上同等而喻。啊，假如你讲的程度对他来讲太高了，非但不能理解，啊，非但不解，更深误会。啊，所以如公冶长篇。子贡曰：“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啊，谈心性本性，谈天道啊，这个比较高。孔子不常讲。啊，信与天道啊，中人以上可闻，中人以下则不可闻。这个都属于啊，这个应激说法，因材施教。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句啊，461页，啊，这个应该我们前面也有提过啊。我们再读一下经文啊，子路问文师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孺之何其闻之行之？”啊，冉有问文师行诸，子曰：“文师行之。”啊，公西华曰：有也问文师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文师行诸，子曰：文师行之。次也或敢问。啊，子曰：求也退，故敬之；有也兼人，故退之。这个子。孔子面对了两个学生呢，问同一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不一样。啊，这两个学生是子路跟冉求。结果呢，有一个学生在旁边都听到了。啊，这个学生叫公西华，他就疑惑了，哎，怎么同样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他们不一样啊？啊，最后孔子就点出来了，啊，因为这两个同学的性格不一样啊。好，我们看到这个462页有讲到了，啊，子路问呢、啊。听了这事就去做吗？孔子说啊，你有父兄在呀、啊，你还要这些都要考虑考虑啊，你怎么可以听了就做呢？
然有也这样问孔子，孔子答复啊，却是听了就做，不必请示父兄。仲由冉求两人问题相同，孔子答案不同，公西华因此发生疑惑，所以他说啊，赐也惑。敢问其中的道理，孔子答复了，公西次啊，冉求的性格啊比较退缩，所以求也退了，故敬之，所以引进他，有也兼人，这个仲由啊办事啊，一半就兼办两人份。就是他很太冲了所以易退他，所以退则敬之，敬则退之。性格比较退缩的人呢，要推他一把；性格太躁进的，你要告诉他三思而后行。这便是因材施教，目的都是调整，让他能够寻到中道。当然，我们要护念别人中道啊，我们自己要先在中道。所以这个教育者啊，首先受教育啊，而且还要自我教育啊，不然就好像我们自己性格很急呀，你看到人家性格比较和缓的人，你可能还催他呢，你就教错了啊。我们现在当老师啊，是因缘。不是说我们现在德行啊、学问都够了，这个都得客观对待哦，不然你住在老师的位置了，就很容易好为人师了。有可能我们面对的年轻人呢，他们在个性上啊。有很多优点超过我教学的人，所以不能住在这个教师的位置，要无助我，不能助我，包含当父母的人呢，这个孩子是跟你们家有缘了，投到你们家里来他的善根福德。不见得比我们差所以也是要保持着一个谦虚的态度啊，来跟自己的孩子结这个缘呢，或许从孩子当中呢，自己得到很多启示哦，这要善学、善用心哦，善修行哦，不然。这个面对孩子、面对学生的缘呢，我们会增长自己的傲慢啊，增长自己的控制欲哦。所以老和尚说：“你会吗？会不会修行？那就是要会在这些因缘当中啊，护念好自己的心。”哇，那你当爸爸、当妈妈就是你的菩萨道了，当老师也是菩萨道会不会差很多啊？会就德日进，过日少；不会啊，就在这个身份角色当中啊，可能就习气越来越重了。所以我们
虽然谈的这些内容啊，都是为人师啊，但是也是我们要先学好，我们才能把这个老师的角色扮演好。啊，所以《群书治要》当中有讲啊，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啊；知为人臣呢，然后可以为人君呢。啊，之所以事人知道怎么侍奉人，则之所以使人。你懂得侍奉人呢，你才懂得怎么样去培养底下的人啊，因为你要教他什么？你要教他怎么侍奉人呢？结果我们自己都不会侍奉人，你怎么教他？啊，你教儿子最重要的教孝道啊，我们自己都孝道都没有尽好了，我怎么教儿子孝道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心态啊，都要很正确啊。先自我教育好啊，我们才能把老师这个角色扮演好了。好，那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看看今天讲的内容啊，有没有要进一步探讨。啊，或者不理解的，好，那今天先到这啊。那另外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下个月再来安排。安排这个回答问题，好，谢谢大家啊，阿弥陀佛。谢谢老师，慈悲授课。那我现在，我们就大家现在开始念回向，愿以此功德回向于恩师净空老和尚，寄宿寺院亲，上上品往生，速得正等觉，道驾于慈航，再回路娑婆，广度诸有情，普皆共成佛，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波罗波罗蜜。今日共学，祝愿承德老师、诸位学长及家人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所行圆满，一切吉祥。祝愿全球一条龙教育事业。英国汉学院教育事业至善教育基金会、马六甲明德学堂、弘一私塾教育事业、加拿大弟子规学会教育事业顺利推广、蓬勃发展。愿中华文明之光普照中西方，世界和平。好，请大家轻声起立。让我们以至诚恭敬感恩的心，向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行三鞠躬礼，一鞠躬，起，再鞠躬，起，三鞠躬，起。让敬爱的李炳南老师行三鞠躬礼，一鞠躬，起，再鞠躬，起，三鞠躬，起。
恭请承德老师再次入座，向承德老师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啊，不为礼，阿弥陀佛。请。好，请大家轻身就坐。再次感谢陈德老师慈悲授课。那我们恭送老师，请他休息。好，免送啊。那个我们这几句啊，都是为师哈、啊，但是我们要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啊，都要做之君，做之卿，做之师啊。都要有那个精神呢、啊，才能扮演好每个角色，哦，所以这些句子还是跟每个人都有关啊，不是只是跟教书的人有关啊。好，那我们这个北美的同学啊，大家夜梦吉祥啊，好，再见啊。谢谢。